Steve Lukather 除了是知名摇滚乐团 Toto 的吉他手外，更是知名的录音室乐手。1970年代至今，录制了超过1500张唱片。因为这样的经历， Steve Lukather 涉猎曲风广泛，也与多位知名音乐大师合作，其中也包含2023年1月逝世的吉他大师 Jeff Beck。 今日 Toto Guitar 杂志披露一篇过去没有公开过的采访， Steve Lukather 表示他曾经使用 Jeff Beck 与 Adam Van Halen 的器材来演奏他们的歌曲，但弹奏上都还能感受到自己的特色。但 Jeff Beck 某些乐器真的只有Jeff Beck 能够驾驭，像是有一次 Jeff Beck 示范一段听起来很特别的乐句，他把所有弦调降半音，但弹奏每个音时又推高半音。 Lukather 问 Jeff Beck， 如果吉他直接调高半音，弹奏是不是会简单点？但 Jeff Beck 只是笑了一笑。 Steve Lukather 认为 Jeff Beck 不是那种使用固定技巧做出普通声音的吉他手，他会用各种奇怪的方式发出他想得到的声音。大家最喜欢 Jeff Beck 什么作品呢？在下面留言和大家讨论吧。